破谎言，副航董座对肇事知情。有影片，有真相。复兴航空董事长林明生上周六违规肇事，原本装无辜，没有发现那个大型重机有摔车的状况。不过监视器画面戳破他的谎言，他则违规跨越双黄线超车，导致对向重机骑士自撞山壁受伤。林明生离开事故现场约700公尺后，将车停靠路边，疑似查看爱车有没有被重机刮到。他在确认重机骑士哦不，爱车没事后，扬长而去，却不知道他的作为全被监视器拍下。网友痛批：车子难道比人命重要？动新闻新北报道。更赞的独家爆料给苹果，精彩用在即时新闻或者日报版面，照片1000元，影片2000元，就缺你指定的慈善机构。有料就报，请拨电话，也可以用电子邮件或苹果日报网站下方的爆料投诉页面，或苹果日报 APP 左侧选单的爆料投诉专区，你爆料我捐款，爆越多捐越多。